大家搞炸啊！头家大叔叫头家娘对人造囡啊，第一厝的骂骂号啊！啊，今日都过你买无小花啊，走过路过你千万不要错过哈！卖门外名，直接叫我超级麦克第一名。哦，谢谢啊！哦，啊，今日人数最最高，围我来，围我来。今日咱刚刚卖好物件啊，大家看有啊？咱要卖什么啊？卖这台啊？这台有做啊？这台大家看就知啊，这不是手机啊，这不是手机啊。这就是万能行车记录器哈、啊，哎、欸，你若看伊无呢，伊会使敲电话咧，甲敲会通哦，你要直接互你斩啊！这有种行车万能行车记录器哈、啊，你们看这台哦，这台哦，会使讲哦，你载在车顶哦，就会使讲买一个心安啦，等于买保险啦吼。那俗语来讲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啦吼、啊。所以讲哦，你行车记录器你若载在车顶的时阵啊，你若无代志的时阵哦，你会使帮助别人；那有代志的时阵，会使帮助家己啊。这话安怎讲啊？就是讲你行车记录器你若载在车顶哦，你若万一出就车祸，不要车祸啊！证据甲看全啊，对家己不利哦，你就直接把这行车记录器给断掉。不是啊，不是叫你做歹代志啊，不是叫你做歹代志啊，就是讲这有证据嘛吼。啊，你若翕到别人啊，翕到别人小车弄到的时阵啊，迄证据就使帮助警察啦，看到底什么人唔对，什么人对啊，什么人弄到的车，什么人的车叫弄到啊，就使帮助别人啊，这台哈。所以讲有画面有真相啊，证据这台也使充分提供证据啊。对啊。这敢会翕到无应该翕的物件？之前有一个议员哦，被人翕到咧炒饭呢。你太可恶了！你炒饭就炒饭，你卖做些动作，你也使左右炒嘛？无啦，我是讲我咧翻这个锅子啊，我讲的是真正的炒饭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管你咧炒啥。啊对啊，阿公有片酒驾的情侣，他想要偷王位，结果被这请行车记录器拍到。害着家己呢，害着家己就对了，害着家己就对了。哦，咱这查某囡仔人吼，讲伊较袂晓讲吼，但是台语哦尽量在讲啊吼。哦，咱要看伊的表现哦，迄购物台有咧伊的表现哦，穿内衫咧行来行去吼。哎，我讲这行车记录器啊，行翕着头毛位，你莫位内底翕嘛，你戆人唔知位内底翕，你爱翕外口翕。哦，外口翕，唔知遐翕着行车记录的画面，对不？啊，而且这台哦，我跟你讲足好个哦，啊，我讲咧，因为这台行车记录器会使翕着保应该看到画面，对不？哦，哎不，都只伊在讲的啦吼，但是主要这台行车记录器，啊，你卖恁人客偌济，吼，卖恁人客偌济，吼，今仔啦卖恁，我跟你讲卖。卖讲白卖诶，迄落卖偌济150啦吼！我甲你讲，恁遮拢咧等10啦，若卖10，我卖瘾啦，因为这台哪有可能卖恁10啦？啊，遮身材卖袂啊吼！无，安那，我是互恁看者尔。你看出来，佮无卖，啊，你是看起毛子了对啊？我看起毛子啊，恁大家拢会使看起毛子，我当然会使卖袂恁啊。真笑诶！那我要去真笑，不要紧啊，我今仔无卖恁一台，但是我会卖恁别台嘛，对无？看恁要卖啥物，吼，互恁来做头家，啊，恁看到啥，咱来画啥，画上悬咱甲卖出去，安尼好无？好啦吼，吼，即台较小台吼。这张哦，哦，这张哦，哎，拜托，谁那坐遐拢是内行开的哈，拢知影要卖这哈，这上重要的哈。你啊看麦，这是啥物？这 AIT 的秘密文件啊，面顶有咱的国服啊，哎，啊拜托，这国服不是那个艺人郭子乾模仿那个广告牌那个国服啊，啊，这是咱正咱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啊。啊是安怎呢？因为这件物件引起到这个变化哈，因为大家即马咧讨论国父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啊，所以讲这个物件足重要的哈。拜托一个大的国父呢，伊哪有可能是美国人？好，俩尊公伊真正是美国人好啊，安尼伊一定有绿卡对不？吼，这绿卡要求哦，双重国籍呢。哦哟，哇，够拜托的，什么双重国籍？听伊咧讲台语就袂输，敢若外国人咧讲台语。啊对啊耶。美国的国父啊，不是砍到苹果树的迄个吗？安尼，美国的国父对。我咧拜托诶，恁到底因听伊讲诶话，恁是听有无？伊讲美国国父是砍倒苹果树，我砍倒苹果树是恁阿公啦。哎，美国国父是砍倒樱桃树诶啦，嘿啊，叫美国国父啦，对不？哎呀。不管伊砍倒什么树啦吼，非得都是有砍倒树啊，无砍倒树拢无关我的代志啊。重点就是讲啊，这个文件啊，就是在证明讲啊，到底啊，只有绿卡无绿卡，我是唔知啊哈。但是我来讲，现今这个社会啊，国父脑双重国籍哦，安尼就叫马甲变过，表示伊无爱台湾啊哈。啊，所以讲啊，这个文件足重要的哈。而且啊，咱这美国人嘛，感觉足奇怪，伊那在选择咱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时阵公布这个文件，这心态可以啊，对不？伊第一个公布。伊咪直接宣布咱台湾人就是美国人，
啊，咱拢台湾人，咱是有美国人的血统啊，大家啥害啊？大家拢双重国籍啊，咱唔拿李俊安啊，其他立法委员你也甚至拢会吐吐出来，对不？ 所以讲啊，这哦唔那是国籍的问题啊，这都是哦变作血统正统的问题啦。但是这拢唔是重点啊，重点都是这个是秘密文件，大家买回来会使很多秘密，对不？袂使讲的秘密，这条我捌唱过啊，原来捌听过啊，听过你就知啊，周杰伦甲桂纶镁拍的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哇，比这个。不能说的秘密也较无重要啊，所以讲这秘密文件，哦，你买到去买到赚到，直接给你化解啊，化偌济，来一百，一百，一百加偌济，一百加偌济，一百，一百，两百加偌济，两百，一百。哦，你才画一百尔，好，一百给我多少？一百加多少？一百啊，一百加多少？一百，一两一百，一百加多少？哦，一千减两百，我画一百，你也一百，哎，哇，啊，大家拢画一百，这是变哪分啊？啊，唔知啦，为虾米画一百？哦，因为一百顶悬都有国富啦，一百多好尔啦。哦，你一百块面顶国富，甲这个国富是啥地带啊？可能亲戚吧。亲戚，我跟你讲啦，讲到这就重点啊。今仔我跟你讲，既然伊敢摕一百块，我就甲大家讲啊，这个秘密文件内底有讲过啊，这内底英文字我拢看。伊讲，若要证明这个国父哦到底是真的啊假啊，你只要甲钱甲木甲揪开哈，用拳头按你甲木，按你甲木啊，啊甲拍开啊。那国父老皮灰哦，迄就假啊。所以讲这张无啦，这张我甲真是无老皮灰啊，这张都是真的啊。哦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块，继续行，继续行。来啦！哎，卖手啦！哎，你嘛卡拜托的哦，我秘密文件抢噶呢。哎，拜托你卖过去吧啦，我过秘密文件卖你啊。啊，你要吃蜜饯哦？嘿。拜托，我当有卖秘密文件，我无卖蜜饯啦。这，你讲蜜饯就是秘密文件的缩写。我你真内行的，哦，我不爱卖你啦，卖过去吧啦。